无，买三百好无？好啊，姐。三百。你若三百块，我要给侬加两零咯。三百好啊。三百块给我三百咯。冒起啊，冒起啊，真正三百。够要食白青的无？再够零啦，食几个啦？啊，三百好。再够零啦，爽好啊！再过来啊，其他真正食几个？再够零啦，来啊，再够零啦，再够零啦。金龙三四五六七个人加加钱，三百上面一个三百，三百啊！有人要白青的无？白青啊，三百的啊！白仓三百，来放过，三百够要来无？两个啊！阿姊话恁讲哦，两个人加吼，我感觉伤少。你若搁加钱哦，我讲话恁听，我搁加两只送你。这两只送我的，这两只够你豆豆吃，真正。两个啊！这对给你三百，唔好搁考虑落啊！这对够你，搁招一个就好，三百来。一堆过来，三百块有人要借哦，白仓。三百。底价拢下袂落去，你看，三百块要来无？来啊，你若搁钱无花样价啦，你要清彩啊啦。来三百号。恁袂认错啦，搁只一个你清彩你啦，再过来啊。最后搁一个哦，三百来。来两个啊。真正唔捌只咸的。来第二一个啊。真正唔捌只咸的。加要六折哦，你还搁唔给钱哦？三百最后两个啊。干阿加到千八，又明明心心的。搁两个麻烦你甲钱用我，三百咯。我甲你困球，我甲你麻烦，搁两个人开三百我。三百，三百，好无？你来我这尽量卖甲槟榔开上，我来当作你要开钱，三百咯。我落去吃你。你真正三百，我的话你是白贵的。我两个，我一个啊。哎，想袂高吧？来，我来讲，恁三个有开钱的手表未？真正甲拼哦，拼起来好。恁食袂了，恁卖勉强我。我倒伫后壁等下，我会当佫甲只卖出去哦。恁卖勉强，你食了你还袂动。恁若拄仔甲我买三百，迄几个有哦。恁麻烦食，佫加一半当的。麻烦食，佫加一半当的。一半你甲冰个豆豆食，我无吃下面咧卖你啊，两百咯。来呀！两百咯，两百块紧的哦。要互恁食，要互恁食欢喜的哦。我佫一个笑，真正要互恁食欢喜的哦。好啦，要来要来，三恁讲。来，白话先收好啊！白话，你甲小龙担保先给我啦。我今仔日顺顺啊画就好啦，趣味安尼就好啦。今仔卖伤吹，咪伤吹啊！今仔伤寒，卖伤吹啊！两百了。来，这包是好家乡的小龙担保，一包二十粒装啊！这当下你甲吹落去，学弄到你的档次啊！鱼仔我随便卖三百，鱼仔我爱无，六免两百来。来两百啊！这包免钱下哩，两包装起两百了。哎，两百。鱼仔可以，鱼仔可以。哎呀，可以啊！两包够要吃无？汤包，一包做好吃哦，一包你共吹做好吃哦。你真正你爱买哦，两百的哦。够要汤包哦，两包左边。这边好。还要汤包吗？两百块。以上拢有啊。我恁讲无买，人家你甲试看好吗？谁那才济人家来买一包？后人家买五包、买八包、买十包。这不是我搞买呢，这是物件好吃呢。那恁无买试吃无？一百了。一百啊。吃好吗？真正简单，吃一百好了。一百两，试吃好吗？方便。我就给你变一百块，物件好吃就好吃，一百了。一百还有要吃吗？拢有啊吗？阿姐，我给你买，你叫那人卖再调啊，好不好？无啦，你上班你叫人卖调袂使啦。你听人去上班，你叫人卖调，伊原来也做无想要调的啦。系啦，来，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上面吃虾啊。一千外块了，一只拿一只飞机了。一千啊！我来讲，我这虾啊，真正逐个话卖到下下去嘛。我讲真正，我这种虾啊是逐个公认学落的，正活动虾啊，有够 Q 够甜的啊。来，你看卖者，你捌看我这大只的虾啊无？你捌看我白这大只的无？二三码的哦，二三码的哦，佫愈粗啊！来看者，我比我朋友只你买一只佫较大只哦，这愈大只哦，这过年时啊食较好个。哦，这大只哦，爱食虾啊，卖三千、两千、一千啦。来签了，虾啊，够票，虾啊，够票。我来讲，我虾啊，你一定爱买，我无安排的。你来食一个，你就会调离我这啊，你相信我。虾啊，够了没啊？我一千。来者，来签了。来啊，我来讲我听啊，我咧两个互你啦，二三啊。我全部就四个人家头买买就好啦，好不好？你买一千啊，你平啊过年无要紧，这种现叫尔。我叫过来百个来，这啊够你啦，这啊过来啦，三盒啊。这三盒哦，我讲真正啦，卖你一千二三万，你算有够俗的啊！你今日来甲我买一千个人家啦，我讲话听啊，这也无爱卖啦，全部三个啦，一千人，一千块啊！来，搁有要食迄个二三万大只白的无？一千咯。到底起来一千个要来无？一千，一千个要食无？一千，拢有啊吗？够人要买？来，边啊，大你咧边啊，老人分得是贵些，今日又添个贵些。你边啊，你老白油啊，你唔看无？一千个要来无？一千，一千啊。
一千块要吃无？一千。来，无买的人家试吃看卖，五百了。来，五百啊！试吃试吃，五百了，五百了。五百。有人要五百的无？五百块试吃看看。五百哦。五百块要试吃无？五百。五百。吃看卖啦，小弟的虾真正袂你老贵的啦。哇，恁几口大鹅肉呀？真的啦，来五百，搁少一个啦。五百。搁有要来无？有人要买一盒的无？几盒哦？试吃嘛，无要紧，买一盒就好啊。几盒哦？大只啊，几盒哦？谢谢收。来套丢去。啥物食套丁？来边啊！套丁要食开一千了，一千块。马姐，加了。啥物叫套丁？这叫套丁啊！这比现捞阿钱，你们信吗？我无甲恁骗的啦。来，看者，规手互恁看皮衫。这你呛水呛的，我爱讲啊，规个目睭金细细啊，这大只皮肤是细安尼，安尼有气无？我爱讲啊，这啊水呛的拢无油，拢无皮的啊，这拢无皮的，爱食人家卖三千，卖两千啊，一千来。来一千啊！一千块怎么吃？一千公。来一千啊！我招三下买就好啦，好不好？你若要吃上鲜的就这个啦，比船迄船啊抓起来就来啊啦。这比吼现捞啊搁较鲜啊，我无甲恁骗的啦。恁逐只皮肤拢互恁看的啦。我爱讲三下价钱，你若要一千，我这只够你，这两只搁来。来一千。这两只够你。来一千啊！你若要一千公，我这两只搁送你。我爱讲，我一只卖你百几块。今仔你来甲我买一千的人家，你听我讲，你甲看逐只抓起来啦。那最强的你就知影输赢，拢免转。这只搁来，这只搁来。麻烦你要吃上鲜的套餐，就伫遮。麻烦你给钱给我，一千五。一千啊！一千五，有人要吃无？一千。传统套餐，这枪水你甲枪看卖，完全拢无分。来，迄个啥物啊？松露的甲起。来啊！这只我头家送你的啦，这只过来啦，这只过来啦。麻烦搁招一个落啦，一千啦。一千啊！一千块啦，搁招一个啦，一千啦。而且一千块无买上啊么？我来讲，我正常，逐天拢是安尼卖一千的。今仔日，喂。今天确实讲风啊头，今天较冷。这只是我头家个人请你吃，人工绝对无安尼。这只过来，这只过来，一千多块个。一千咯。带一只，一千块。好，哪只？一千。来个人买来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咯。一千，一堆，一堆一千。还有人要吃吗？一千。一千咯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够人买买五百。五百。五百，人要吃无？五百。拢有啊吼。来，我收起。来，你帮我收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要不要放好了？来，有，可以。大哥，我真久无揸一支啊，今仔拄啊你来，啊拄啊我也有揸。松露的，敢袂？卖勉强。我是看你来，拄啊我有揸。我足久无揸，我揸一个月以上无揸一支来啊。松露法式松露鸡腿，规支无骨头的，五百的无？对啊，这关味啊，四啊五的无？唔免啦。西餐厅一支香芥，剁剁的落啊，切切的落啊，一支百皮。这两支我爸四十三块来，来三百，你要吃法式松露鸡腿，一支够上哩，规支只大鸡拢无屁股嘞啊，一支过来，调味拢来调啦，一支够哩，唔免五百三。好一个，法式松露鸡腿三百块，三百哦。过来要吃法式鸡腿松露无三百。来一个，法式的松露鸡腿一支盖好只哦。来左边咩啊？来边啊？两分啊？来三百了。三百哦。可以。这上少就是安尼啦，这无就少一点，这拄啊好，哎呀，好啊，沙发，够要吃来无？来，你也收起，来遐无要吃。来啦，对啊。这个鸡腿你蒸了，你用鹅肉的，我袂敢骗侬。够人要来无？沙发。我买一个啊。谢谢，沙发。这个我才一个月无赚，所谓鸡腿这个上贵的，啊，我想过年到啊，早啊上好哦，你吃酒。够来要吃啥？鲈鱼啊。多700一片。来，鲈鱼种我来讲啊，这内底拢两个啊，爱吃卖五百啊，四啊五百啊，200块你落啊，200块，这有水无？好，要收，这有够大只啊，有够大只啊，真有够水的，来，200上面吃，这里也好吃，来，那个加油机那个钱收哪？美女，你那200块拿给我。我知啦，我想你200给我，我看你底下跌了，我看到正人讲，嘿，200收哪？哦，对，啊，剩下一点你莫卖炸了哟，甲你麻烦一下，谢谢，感谢哈，感谢阿姊的配合哦，吼，来，6只8只，好，你10只哦，吼，12只，14只，16只，哦，来啊，18只，啊，18只偌济，20只偌济，300好无，几啊好无，我卖200尔，我加一只，加2只，加3只，加4只，加5只，内底一只无人退钱，200来，200，现平价，卖卖500啊，对啊，够十，我来讲。到一只补一只，13只、15只，好哩。18只、19只、20只来，25只来，200我计个卖用，来200我怎样用啊？来，这个4只，一只，10只好哩，14只好哩。
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来十九、二十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，来两包。阿四，好两个。你感觉感应感觉好哩？好一个。五、六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，来。是啊，你看几个？八九分啦。来，二四六，来八。来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，来，你看人要买一百的无？一百啊！一百，多你买无？这好只哦。有人要买一百的无？卖去老车啊！一百对买啦，这一手做一间好啊紧啊！够人买一百？要买一百 ？OK。来收钱。够来。够人买一百的无？来一百哦！来一百哦！拢有啊！多你买一百的好吗？一百是两百而已，咱讲真的，你家己考虑哦。系啊，你要两百一百，我叫过两百，迄只好野人，哎，迄只真好野人，包括，够两百一百的无？你若讲白一百，就是两百固定的啊。够两百一百的无？一百。谢谢收。哈哈哈，无啦，起来啊！是后尾啊，伊要帮我刷哦，他咧要帮我刷哦，对吧？来啊，一百搁一个咩咩啦，真正卖啦。我嘛无该送我贵人吼，也是便宜给你啊。我嘛是照大袂给你啦。来一百个要来无？一百啊！一百个要接无？拢有啊吼。来第一个要两百，你想？对。阿杜，我甲你讲，你听我讲，五，卖勉强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我来讲，我第一个要我上，卖讲剩只十七只。你若搁接，你就一百咯。来，来九个，来过来要来啥？现平先来，设计小心。来，这现平我讲给恁听哦，伊这间是何家乡的。